北京时间12月12日，上海上港在与博阿斯分手后，正式宣布博阿斯的昔日助手、葡萄牙名帅维克多·佩雷拉上任。2010年11月年，佩雷拉作为助理教练，辅佐博阿斯完成葡超、杯赛和欧洲联盟杯的三冠王伟业。1968年出生的维克多·佩雷拉，2002年从波尔图青年队开始执教生涯。2010年11月赛季，佩雷拉作为助理教练，辅佐博阿斯完成葡超、杯赛和欧洲联盟杯的三冠王伟业。博阿斯离开波尔图前往切尔西之后，佩雷拉接过教鞭，留在波尔图执教，随后带领波尔图卫冕了葡超冠军。2013年1月4赛季，佩雷拉来到亚洲闯荡，出任沙特豪门阿尔阿赫利的主教练，但仅率队拿到季军。2015年的1月又转战希腊，执教奥林匹亚科斯，率队获得了联赛和杯赛的双冠王。此外还有在土超豪门费内巴切执教的履历，但也未能善始善终，去年带领慕尼黑1860从德乙降入德丙。